今麦来到这个关丹绿市场啊，哦，咱甲浩翔先看卖啊，要卖啥物件？这是一个小型的菜市啊，哦，你看这個，哦，赶快叫茶餐室啊哈，我烟蓬蓬你看，哦，炒粿条的啊，啊，炒饭，啊，炒面，啊，炒粿条的。啊，炒粿干，炒粿干啊！这里起来啊！哇，这，哦，阿先生，要一百年的咖啡店呐，要一百年啊！啊，要赶快来吃啦！啊，卖榴莲的。榴莲的啦，阿伯，小巴，是茶餐室，阿这卖鸭脊水的，那个苗族，那也是谁的？好，来，咱入来底看卖啊，菜市内底卖啥物物件？今仔因家有一个节日啊，卖啥物节日？所有菜市啊，有诶拢无开档。今仔卖啥物节日？哦，菜市内底卖啥 ？OK， 卖啥物物？哦，要做野人的啦，野姜的，豆腐的，一撮菜，卖一撮菜单。哇，你反正伊只回家国家猪肉吼，袂使光明正大卖，爱一个小房间内底秘起来卖啦，哦，特别猪肉的，有无？厉害袂咧？啊，这卖鱼啊。啊，该吃的去吃，吃了吃了，吃几种饭。啊，去买只几种饭呐？吃几种饭，就不要钱了。哦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嗯，多少米？好抢啊！啊，无啥物特别个啦，试看卖，试试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了，开三分钟啊，试了啊。好，换一个后一个所在啊。